这八月十五了，客家团圆，我们在这里举杯，祝愿海外的兄弟子女们，中秋快乐。这个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现在有请赵老师，老组长发言，说两句祝福语。啊，你代表家庭来。欢迎，好好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我说他不说。啊，你要他有代言人了啊。我这次见面，咱不见。我祝愿这个儿孙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前程似锦啊，过美美满满平平安安的一生。好，好，我希望我的是儿孙们，想他们给那个学生早日回报教啊。好，好吧，好，举杯，好，对，好，来，今天是今天37度，晚上还要30度，热的是太狠了。哎呀，我闻到羽绒服。我赵鹏妈妈，你现在我在云龙湖，我在盼着你呢。赵鹏，快来陪我到四处转转。哎呀，我走了一路子，好几个人给我撑大拇指点赞。哎呀，你们，这是我儿子，我儿子推着我，哟，我太羡慕你了。那好多人过去给我点赞，给我点赞，我太高兴了。我要战胜病魔，我要听医生的话，我要有坚强的信心，我要勇敢的去。我们把好心情留给自己。把病情留给医生就可以了，相信医生。我把好心情留给自己，我把我的病交给医生，我相信医生会治好的。我这鼻子太好了，太值了。我养了那么3个优秀的儿子，一大群儿儿孙孙都那么优秀，我太高兴了，就是无怨无悔，这辈子战胜病魔，战胜一切，赶走妖魔，赶走魔鬼，赶走撒旦。好，咋的？好，明天会更好。明天会更好。好，你看这口棒棒糖，多好看！呀，这是赵鹏的，赵鹏。你给他配蔬菜来。啊？看俺这种的这个叫什么？叫杭白菜。啊，叫杭白菜，杭白菜下面条。没啥小黄呀。这个棒棒糖挣1.1元，你这个菜多少钱？你这桃子，那什么叫花园？你要没事儿，咱正好也修没事儿去种个花，种个草，还真不孬。搁这看看啊，这世外桃源，这是啊，青松万里，阳光普照。我来到我的大儿子家，有这种鲜花盛开，这是玫瑰花，那是月季花。哎呀，这个小村庄是真漂亮，我没有纪念意义。2022年5月1日，阳光灿烂，今天阳光灿烂，风和日丽。今天我的大儿子赵鹏还有周军还开车到五柳，到五柳湖风景区，我们有最难忘的青山小学重返那小时候的啊记忆吧。我们开车到五柳转转，又在赵家阳光灿烂，手机分的好是吧。我们今天过得很快乐，再见。很好，再见。